我在你哪儿子啊？我不能让他回来找不到家呀！军人之所以被人尊重，不是因为军人两个字。我闺女，漂亮吧？冯小云同志在边境执行任务时不幸遇袭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战狼中队冷锋。就在十分钟以前，从华资工厂通向码头的波尔尼加桥已被炸，我和樊大师正在全力向外走，但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明天大家一起走，妇女儿童上飞机，男人跟我走。